农民人人几乎是头戴斗笠，开着货车进出农田，过着简朴生活。其实很多农民都很会存钱，特别是云林西罗农会，今年他们16000名存户总存款创新高，突破180亿元。农会跟农民的合作比较密切，比较容易来农会进出入他们的所谓的金额啦。西罗农会推算，他们平均每位会员存款都有200万元，有200多人存款超过1000万元，还有人存款上亿。咱全家人哦，一年大概有咧赚钱，但无咧开钱。实际询问农民，他们说因为平常都努力工作，舍不得花钱。咱西里街的农民是来真打拼，大家拢真打拼咧做，啊嘛真骨力咧咧行。所以说咱农会才有这么好的心情。而农会则认为，农民要是种短期叶菜类的话，14天就能收成卖钱。有许多农民卖了钱后会直接把钱存起来，平均2周可以存一次钱。也因为他们很努力存钱，因此造就许多隐形的富豪。